特朗普正式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啦。嗱，民調追到好近，唔同嘅民調有唔同嘅顯示啦。嗯，23條。咁通常係點咧？一個政府你要通過一啲即係好爭議性嘅嘢，譬如依家你想接受委任，係咪好撚爭議啊？係。你先要三分二，而唔係我反對一樣嘢，要三分二反對先反對到。通常因為政府你超到一半反對，或者反對票數多過你贊成，就應該反對。所以跟翻咗三分二嘅邏輯就好簡單啦，因為好爭議嘛。嗯。係應該要三分二嘅民主派支持者贊成你接受委任。嗱，所以你先可以留低，而唔係調轉嚟講。嗱，呢個就我就最慶就是鍾建華嗰啲，你做開調查。冇理由調轉呢個咁基本嘅邏輯嚟講。佢而家係專登調轉。嗯。嗱，如果講佢嚟緊嗰個，你話下萬來把刀嚇，除口罩咧。其實呢個迷你咧都唔細㗎，唔細㗎。有冇得網購？啊？何必要網購啫？黃竹海就係貓山王啦。嗯。流緊出嚟咁滯，你睇下嗰個餡係幾多？嗱，穿底嗰只黃色係幾多？如果皮咧，第一唔會太厚，唔會太薄，啱啱好。所以食落 feel 比榴蓮更加之正添。嗯，攞住。你覺得同舊年有冇分別啊？你食曬吞下先。哇，好撚香啊！真係，我都聞到好香。唔知係咪耐冇食啦嚇？唔單止保持到，我覺得仲好食過舊年。個個都話好食過舊年喎。我老婆都話好食過舊年喎。我唔知心理作用啦，定係耐冇。阿力你都話係舊年好食過舊年喎。好。因為就係話舊年個甜味冇咁出，可能呢一做嗰啲，即係嗰啲榴蓮，今年仲靚啲添。嗱，唔知道，但係榴蓮肉唔夠。嗱，老實講，我同大家講，馬來西亞嘅榴蓮月餅好多。